美国职棒名人堂球星，洋基队退役传奇守护神里维拉 Mariano Rivera 受邀来台为明日开打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开球。七日上午在南港中信金融园区进行名人分享会。不过在媒体联访开始之前，有眼尖的媒体发现背板上的 Mariano Rivera 那个 M 字似乎怪怪的，似乎原本是个 N， 后面再把错字修改成 M。如此尴尬的状况，里维拉本人似乎也没有察觉，只不过主办单位下次要更严格把关，避免这样的大型错误。